昨日李敏镐现身香港带来的一阵春日寒流，大热韩剧《秘密花园》男主角玄彬也于19日下午抵达香港机场，数百名粉丝一早就高举玄彬剧照及名字等候在外，而玄帅哥一出现即如投下一颗重磅炸弹，粉丝尖叫声刺破耳膜，玄彬也不负粉丝热情，送上一脸笑容，挥手致意之余更特意回身接过粉丝的礼物及花束，让尖叫分贝再创新高。据悉玄彬此行是为了20日将在香港举办的粉丝见面会，王祖蓝更有可能接过见面会主持棒。